大家好，这里是2019拉斯维加斯15周年年会全民主播系列报道第一期，我是本期的主播，来自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蓝宝石领袖 Marina。 今天呢，很高兴地在这里和大家见面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一家国际集团第一次冲出亚洲走向北美，选择了在拉斯维加斯这个知名的度假村斥巨资打造的一场年会。同时呢，我们也选择了当地奢华的百乐宫酒店作为年会的举办场所。百乐宫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，装修风格浪漫典雅，总耗资高达15亿美金，有3000多间客房。举办年会的最大宴会厅足足有45000尺。大家想知道酒店内的更多的亮点吗？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吧。百乐宫酒店门前32000平方米的人工湖，是拉斯维加斯的地标之一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，每天会定时观赏到盛大的音乐喷泉表演。优美的弧线和直冲云霄的喷泉，水花最高可喷至140米，极为壮观。酒店大堂色彩缤纷的琉璃花朵，由达鲁之谷粒设计，共有2000朵手工制成的琉璃花，面积约610平方米，每一朵花各具特色，流光溢彩，堪称绝美的琉璃艺术品。酒店中室内花园也十分有特色，在140位一流园艺师的精心打造下，温室花园每天以不同的美丽面貌展现在客人面前，成就了这一令人惊艳的画作。2005年，来自法国南部的著名甜点师让·菲利普·莫里制作了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认证为世界最高的巧克力喷泉，高8米，总重约2吨的巧克力浆循环流动，香浓的巧克力制成如此的创意品，让人叹为观止。精彩绝伦的太阳马戏团经典表演欧秀，也是百乐宫酒店的驻场表演。欧秀拥有81位跨国艺人的强大阵容，在150万加仑的池水中间以及上方，进行各种高难度动作表演，场面壮观，令人赞不绝口。酒店中还拥有美剧《欲望都市》女主角 Sarah Jessica Parker 时尚精品店，以及拉斯维加斯最迷人的豪华泳池。除此之外，这所酒店还是好莱坞著名电影《十一罗汉》所钟爱的拍摄场地，十分炫酷。大家看完以上的精彩介绍，是不是非常向往呢？我们这一次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策划举办奥斯卡格莱美的专业团队 MGM Studio 协助我们举办本次年会。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，如何能免费地参加拉斯维加斯年会荣耀之旅呢？从2018年11月10日到2019年9月13日，二星会员在特定的时段内直推4000BV 的指定套餐，就能够获得一个免费的旅游名额、北美指定城市的往返机票、入住5天4晚的百乐宫酒店、参加当地各种丰富有趣的旅游活动，公司全包。我们一家的出品必属精品，公司呢将会用心地做好每一个细节，就是要给我们伙伴最好的、最棒的体验。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加入到一家国际这个有爱的大家庭，为我们提供这么精彩、这么棒的旅游活动。2019年9月29日，让我们相约在拉斯维加斯，不见不散哦。